哎呀，这指定的无碳露营烧烤地啊，真好。哎，淘淘你来啦。悠悠，你的药。谢谢，还特地为我跑一趟。没事儿，跟我客气什么呀？你能来真的太好了，淘淘。既然药送到了，那我先走了。那你还要回去啊？哎，就是啊，来都来了，别走了啊，淘淘。就是啊，你就在这儿陪我嘛，好不好？嗯。淘淘，你千万不能去，你去了会死。我今天真的不太想，下次吧，下次一起。淘淘。人家大老远跑过来，证明人家是想来的，而且悠悠都帮你到这一步了，你就这么放他走了？啊、嗯？哎呀，操碎了心啊！淘淘，你来干嘛？我找你啊！别找了，我今天有安排。你就不想知道我今天在这有什么安排吗？在这山里能有什么安排？回去再说吧。意外？难道这就是那个叶凡说的意外？这是不是说明危机已经解除了？要不我今天送你回去吧。你想我回去吗？我改变主意了，我今天不回去了。记忆也没有更新，他还是去了。哎呦，挺浪漫的嘛！啊，小点声，没人跟你过来吧？放心吧。悠悠帮你盯着淘淘呢，等吉时一到，我们就把淘淘骗到这儿来，到时候你们天长地久，地久天长，怎么样？怎么了你？至于吗？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这感觉比高考还紧张。瞎说什么大实话？你高考紧张过吗？哎，你把我当成淘淘，咱俩演一遍呗，深情点儿。凡凡，我愿意。你是不是害羞了？是不是害羞了？我觉得你弄得真挺不错的，真的。是不是还行？没问题。也不知道能不能成。肯定能成。走了。嗯。你尝尝好吃吗？嗯。怎么样？嗯，酒来了，好了吗？佐罗，好东西来喽！哇哇！吃吧，来吧，今天大家不醉不归。来，干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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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不错吧？可以啊。原来咱们桃姐就是传说中的一杯倒啊！哎，
你说现在咱们准备 Plan B 还来得及吗？加油，走了，我带你去看萤火虫吧。这大白天的哪有萤火虫啊？有了，走吧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还是不放心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走走走走走走。叶凡，我想和你去看萤火虫。好，怎么办呀？你把我的计划都给打乱了。你知道吗？其实我给你准备了惊喜，在悬崖边上。那里的每一盏灯，都代表我们认识的每一天。Thank you.